艺人陈嘉桓5月15日现身香港铜锣湾出席世界女排联赛启动礼，同场嘉宾还有前国家队女排名将孙悦。陈嘉桓虽然个子长得高，但他表示不懂打排球，有机会的话也想亲自到场去支持国家队。另外，听说陈嘉桓最近在积极做运动瘦身，话说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了没？对啊，因为之前有阵子就有点放松了，就每天都在吃，然后不做运动，好像那些动力都没有了。然后最近就慢慢要把那个动力找回来，因为天气也开始热了，所以应该瘦一点的话，穿衣服也会比较好看一点。那陈嘉桓，你是不是那种很容易就会发胖的女孩子呀？我也真的发觉在好像我25岁之后呢，好像就容易胖，然后有时候就可能容易瘦起来，所以要努力一点。但因为我真的实在太喜欢吃东西，然后开心的时候又会吃很多，所以真的要把自己的胃口要调小一点了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